小姐，你怎么这样子啊？他刚刚选六号哎、欸！傻眼！不是不是不是，其实没关系啊，我其实有很大的愿望，因为舅妈妈她没有出过国，然后我就是本来有生病，所以就是其实医生说最近就是状况比较好一点，才可以让我出国。我一激动就会病就会发，我一激动就可能会就是气喘会就是会有点不舒服。很好吗？不是不是，其实机会每次都有。他都是因为相信你耶，本来可以拿10万块出国的。完全眼睛不敢直视。我现在可不可以？是不是坐？你要坐下还好吗？还好哇，还好吗？还好吗？有没有怎样？你说你怎么会害我变这样？怎么害我变这样？休息一下，先休息。可以帮我拿什么？药？药什么药？哎，好可怜哦！在哪里？一个小罐的。一个小罐子。你走快一点！好痛哦！啊！哎，叫救护车啦！哎，快点叫救护车！啊，这个就最小罐的。受不了！哎，你要不要看一下这？去医院了，快到了吗？车快到了吗？救护车！啊，这个最大罐的。是小罐的。救护车还要10分钟啊！快，还要10分钟！不要开玩笑好不好？我现在很不舒服。不是，我的药跟我的十万。哎，你看一下，你带来的就这些。都是你害我的。不是你带来的就这些啦。还有。然后你看一下哪一个是 OK 的。都是你害我的。哎，你有没有放在这里面？有可能，赶快找。不是，你现在要赶快逃起来，然后我可不可以赶快带我去医院呢？拜托了。快点了，不是你要。不是你要好起来，我带你去好不好？我带你跟你妈去好不好？你背他去日本好不好？好，你说的。他背他，快点，快点啦，快点啦！好，把他背起来。喂，我扶着。OK 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先。啊，快点！我先带他。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喂，你结了婚你还抱女人？我人家快死了，你干嘛？干什么你？欢迎林家，真的不一样。哦，人家哦，人家摸你手，你这边窃笑啊？啊？开心的，开心的。买个 feel 嘛。还在猜？你刚刚认为他是气到？那这是我教他的。少跟坏人在一起。好，来，老师，自责跟身旁的 partner 有关系。丫头是小女孩，她得自己去面对所有的压力。因此，最后我们大家有没有看到，她其实跪下来了。对，赶快。她极度的压力。OK， 好。她到底有没有自责心？她有。你看她吓成这样，都跪了。真的。我觉得她是怕负责任。她是。哎，我刚我。你是说人家中了？不是，我一口气就把它齁起来。那你是说他中还是怎样？通常要两段式。我那个怕到就是有吓到。这一段成功，我们看下一段。OK， 很明显的这次又被弄了，但是呢，突然感觉到就是生命在眼前那种逐渐消失的感觉，其实是很紧张的，因为人命关天，然后。借着这样的一个游戏，但是有引发出很多的问题，然后我们自己要如何去面对？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很措手不及了，但是到最后得知答案的时候呢，然后就是哔哔哔，啊，就是 OK 啦哦，地球是圆的，小度也低了。傻金奴，你的道德观也太重了，完全没有在怕的，一肩扛起重责大任，真的是草 man 的啦。三号受测者张馨予，将坏女人由内到外的阴险演得淋漓尽致的她，私下的道德观又是如何呢？施小姐，今天如果说您幸运拿到我们10万块钱的话，她要赞助她的父母亲出国去玩，太令我感动。对啊，好感人哦。好，那今天我们1到10号，到10号，你觉得10万块大奖会在哪里呢？哦，先问你，请问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什么幸运号码？6号。6号。对。你有没有幸运号码？
我其实没什么幸运号码哎。立刻就撇清。大家都怕，怕担责任。那我也给十一号。又十一号。一般来讲，民众在挑这个不是什么 lucky C 的，然后六六大顺。你要知道康哥的梗呢。可以给我一分钟，我打电话给妈妈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们开放你一分钟打电话给妈妈，好不好？那小雨，如果是你，应该我就不会出现在你讲这种热门数字。那如果今天是你选，你会选？我选，我就说是选一号啊，因为它不会摆在边边啊。对，他就会选那种，比如说一路发发发，或者是六六大顺，或者是长长久久。你知道我刚才路上遇到谁吗？我遇到小小鱼哎，完全没有说康哥，完全没有提到康哥很闷吧？好，真的吗？他们更伤心。哦，好好 ，OK， 好不好？怎么样？嗯，好神奇。妈妈也很喜欢小小鱼。哎呦。然后他就说，他要看风水世家，然后他就说小小鱼选几号就选几号。我选几号，你们都选几号？好激动哦！那他真夸回有那个责任的。他是目前最小心的，因为你们都还是会发表意见，他是完全就是撇清不讲。因为妈妈刚刚交代我说，就是你选几号就几号，哎，是，所以我可以就跟着你选。不是，因为我们的节目还是要路人自己选，如果我选的话，可是我的决定就是你啊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小小鱼比较乖啦，他比较不是冒险的性格，他不敢乱开支票。你要听我的吗？哎，其实我，不然你给我两个号码。我觉得六号不错了。六号，可是我不想听你的。我不想听你的，我可以听你的吗，小小鱼？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答案是几，所以你听我的。不然你给我两个号码，然后我给两个号码，对啊，不能啊，就不要。没关系，你就给他一个方向，没关系。像我刚才给他方向，他要不采信。一万他可能敢给，小小鱼可能十万他不敢给。嗯，没有，他刚刚讲了一号嘛，你觉得？那你再选，你再给我。你一般来讲就是说。上节目来讲，这个是几率大，对，边边调整，对，有可能，那就一号啊，没关系。确定吗？你确定？那快换，快换，你再想一号吗？如果不是你不选一号，因为他刚刚想选六嘛，那就是一或六。他还是怕担责任，对，讲得很广，对，他要自己还是有一个六在里面，至少有50%的机会。可是康哥选六，我才不要嘞，是吗？对啊。不是，我是在发，我有味，我有尸臭味的。角落会不会比较？对啊。我选吗？一路长长久久怎么样？好，那就九号好像也不错。一号或九号？九号。确定？确定？确定？要九号吗？来，你看我一下。五。我好紧张。等一下，还有我告诉一下。非常害怕。确定哦？要不要换？要不要换？就换一下好了。换一下好。好。你换一下。小小鱼。完全不给换的康哥。对。我哪知道起呀？各位。给各位回忆一下，一开始呢，他已经乱到都没有听他们在讲话了。那我们就先看你们放弃的一号。好好好，要不要？好紧张哦。小小鱼不想给他握，他其实很害怕。哦，他有在就是点在盯住。对，等一下，一号是多少？怎样呢？怎么可能？什么？你们放弃了一号？我就喜欢看。怎么可能？我天哪！怎么会？怎么会猜中？真的，你好厉害的手！好厉害的哈利路亚！他真的压力很大，有他的表情。接下来，小小鱼又给他的建议是九。等等，你确定要听我建议？因为我喜欢你。好，那就九号来，帮我拿好不好？你要不要换？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换呢？到底是怎么玩的？到底是什么呢？一，他得到的是烂透了，对不起。好的，烂透了，你好僵哦。刚刚我选六号嘛，他们觉得不是啊。到底是，如果是小小鱼这种就罪过，六六大顺这种数字很热门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的节目就是怂，我们就是。加加，六号十万元，好，因为那个大家不相信我，大家嫌我肥，没有人嫌你肥，没有人嫌自己，可是擦身而过啦，王菲，你看他还会拨那个手，你差下多少钱了？对不起，你刚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
选你选的，可是我不知道答案。你骗人，我觉得你是故意害我。忙又心大动肝火，丫头惊慌失措。丫头，还是我朋友跟我讲，他们说这个节目是有些状况，是今天是你自我大概跟他一起联合来整我吗？是不是？没有，是这个状况。你出道几年？那我不录，你们自己处理，你们自己处理。海南哥，不好意思。那我不录。怎么讲？发什么事？怎么办？